自己的乐器，其他的乐器你拿来，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马头琴。世界上你再第二个找不到就马头琴。在这个蒙古人和这个马之间的这感情啊，不是简单的，多少带就是心情的这么。 人对马头琴，对马那么感情，但是马和人中间的感情呀，这是在这蒙古人里面是最主要的、最关键的一个东西。 专家们说吧，原来是马头琴从巴基斯坦进来的，这个相当的不是马头，相当那个就塔子，塔知道吧？那个就那个，扫把头，扫把头的，塔，扫把头，塔，就是这个塔的头。 把这，半夜就这么着，实际上搞音乐的人，那都不对的了，就是糊弄人，就是这。
他的我跟你讲讲过去的马头琴啊，过去马头琴有点背，为什么背？没办法，那么一个大少爷，你一个蒙古包，每天见不着人，就是自己的羊群一部分牛羊。他每天就在家里，老婆孩子，每天忙活的时候就一辈子就这么。因此，蒙古人的最早的马头琴，你拉起来背痛的东西，但是它传得远，尤其是晚上你这儿拉，把窗户开开，很长很远的时间能听见。大少爷嘛，在别的。头琴这个现在的马头琴吧，它也有个好处呢，比如太自然了，太自然了。没有马头琴的人自然化，这个自然的没有，因为它那个马尾弦一拉起来的话，它就是让你回到这个大自然中间进去的，对吧？现在这世界上学马头琴的人小不了多，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的了。那么我就看见他们之后啊，这个马头琴多会儿小提琴一样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成为他们的一个音乐，这就是我们的马头琴的远大目标。那是马头琴乐队里面有两个进去，那就是世界的了，因为这民族的东西也是世界的东西。那么我们这些乐器的这个完整化，它的这个演奏啊，它的这个